太久，别久了心里会难受，整夜辗转反侧的失眠，盯着天花板的双眼很疲倦，与梦周旋，责任我必须扛着，还要挺胸抬头，面不改色，牙要碎了也要撑着，劝自己千万别冲动，你不要打动干戈，因为男人是大海，生命危机也见怪不怪，我相信那你那个地方还有多少货？没了，就这些了。那你除了知道阿昌那个地方有这个货之外，还知道谁那个地方有？我真不知道了。这货供不应求，701的上家半年多都没走货了，所以这货越来越少，只要一出货立刻就有人要。真这样？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你可得想好了。真的不信你可以去问阿昌。给这人放过货吗？只放过老货。放了多少？没多少，701很紧俏。这小子手里还有货呢。你的货从哪儿来的？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不光是我，道上人都知道。701向来这种风格，有货的时候就发信息，用电脑发，查不到号码就问要不要货，如果要货就通知时间跟地点，每次都不一样。你们拿了货怎么给钱？要是跑了不给钱呢？跑？半年前杨海涛、杨海潮兄弟俩拿了货没给钱跑了，你猜结果怎么着？直接人间蒸发，毛都不剩。701背后那不是吃素的，是眼热。政委，核实了吗？核实了。
大飞的货是从阿昌那来的，那就说又断了。阿昌的货呢？还是在西。一个多月了，又追断了。三年，凡和夫妇到头来全是吴团。这701背后到底是什么人？其实境内境外的势力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摸过了，大的贩毒团伙我们也打击过。 可就是对不上号，跟701都没有关系。而且春都市所有的大小毒贩都受他控制，这说明这个犯罪团伙小不了。很久以前那个蜂巢行动你还记得吧？记得。 把所有相关的资料给我查出来。你是怀疑701跟黑风他们有关？你不刚去跟石墨他们解释过，还说他们瞎胡闹呢吗？是他提醒了我，你给我找出来就行了。我现在就去给李斌打电话，让他把所有的资料传过来。要派人去盯着石墨，派一个组过去。如果真的跟黑风有关系的话。 他们胡闹，他们也没落到了。是。这是全村多最牛的馆子，每天一做饭，提前预约。来的都是客，没听说过这么做生意。怎么找着这儿的呀？ 说起来还是去年阿龙带我来的。哎，如今啊，他都进去了。雷子，说正事吧，最近你可能要出趟门。哪儿啊？哦，这是阿康，跟阿康吃趟缅甸。 这玩意儿伤脑子，没脑子怎么干活啊？ 做生意有规矩，从来不碰这个。命是爹妈给的，咱别瞎玩命啊！好啊好啊，雷子，走，吃饭去。别走。 去趟缅甸，什么事儿？接货。去多久？我妈怎么样了？我每个礼拜都去看她。
既然郑队自己都开口了，我就找找他，还是给二哥找个医生吧。还是别闹到郑队那儿去吧。上回就把你二哥打击够呛，这回再找他，你二哥能配合呀？那怎么办啊？就现在他这样，早晚还得出事儿。那要不直接把他送精神病院吧？哼，就他那脾气，直接送过去，他要治才怪呢。哎，海鸥，南哥，你二哥行了？还没呢，在院子里睡着。还睡呢？啊，要不你劝劝二哥，让他去找个心理医生看看。再看看吧。喂，英子。喂，爸。那个，爸跟你说一下，那个下学期学费现在要交了。一共是20000新西兰元，你别忘给我汇啊！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每天都得跟我联系一次。怎么这都好几天都没你消息了？你给你妈打电话了吗？通过了。行行，先这样吧，你别忘给我汇钱啊！那个，我现在要去朋友家参加 party， 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喂，喂。
英子，陆明，你们两个都去上课了没有？啊，你们今天得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吧。啊，二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单位看看你，好久没去上班了。再休息两天吧，着什么急啊？我没事了，真的，没事。那你把门开一下，我帮你收拾一下屋子，给你做点饭。小心点儿，我去上班了。嗯。
你们下来吧，吃饭了。啊，走吧，吃饭去吧。喊了，走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站住吧！你要不还要那边得管着客栈，这边得管着你，一天跑来跑去的太累。不用管我，还有你管好客栈，管好大哥就行。二哥，你就住客栈去吧，人多热闹，你一人在家多没劲啊。住这边我上班方便。都不用管我，没事，我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哎呦，这老二就属鸭子，肉烂嘴不烂，这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他也是个爷们儿，你让他怎么承认？那怎么办啊？他现在这样，别说供俩孩子出国读书了。再这么折腾下去，就他自己生活都成问题。这事儿先别揭穿他啊，看看再说。看什么看啊，大哥？我就怕他这成天到晚的这无所事事的，万一再整出什么幺蛾子了怎么办啊？那这样吧，咱俩分工盯着他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大哥，就他现在折腾起来没完没了了。要不然咱俩现在回去把他绑了，直接送到安定医院治治吧。二哥没病，给他一点时间吧。明天我先定，你下了班再来换我。
睡觉了。嗯。哎呀，好景色，真是飘飘何所事，天地一沙鸥啊！哎，老三，大哥，我过去换你班吧。没事，你不用过来了，我盯着吧。哦，哎，那你们今天都干嘛了？现在在后海边上呢，自个儿买的酒买的菜儿，跟一位绅士聊天呢。嗯，你咋让我晃话了呢？我怎么觉得你是我看过武侠小说里那大侠？你才是大侠！哎，我认得你啊，你就是那个缉毒大英雄，对吧？什么英雄？连自己老婆孩子都养不了，有酒有肉的日子也可能保不住。没准过一段时间，我就跟你一样了。我跟你可不一样啊，我呢是很认真的在做一个事业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呢再讨几年饭，我就回家盖个房子，过好日子去。你这个人呢，就是太消极。知道吧？哎呀，哟，我不跟你扯了啊！高峰时间要到了，我呢要干我的事业去了。这样啊，看在呢你请我喝酒的份上，我奉劝你一句：得饶人处且饶人呐，更何况是饶了自个儿呢。嗯，干活去了。嗯。新款的，怎么着也得30万。那一定是孩子缺大件了。哎呀，那车他卖不了，在西夏弄家的。我这夯不啷当能凑出3万来。我家里能拿出5万，全给他吧。哎呦，这在国外上学也不够啊。的钱我已经汇过了，最近客栈生意不错，有闲钱。石大哥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房价马上就要跌了，现在是房价的一个制高点，您现在出手一点都不亏。行，尽快吧。没问题。
来了来了，哎，他们家咖啡特别棒，美式尝尝，我就喜欢喝这个，什么都不加。对不起，我只喝茶。这西霞只喝白开水，淡淡的但解渴，但这个人吧，有点保守。你只喝茶，清清爽爽。哎呀，你们俩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啊！李老师，我今天来是有事，想请你帮忙。说。我二哥最近情绪不太好，可能需要找个心理医生。他怎么了？那天郑队长来客栈，你也在，你都知道。可能是他那些话对我二哥打击有点大。哎，放心吧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。我认识安定医院的医生，跟我关系特别好，很棒的医生。这样我跟他联系一下，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用手机短信发给你吧。我二哥精神没什么问题，只是需要找个医生咨询一下。我没说安定医院全看神经病，真的。现在社会压力太大了，80%-90%的人心里都有点问题的，你就找他没问题。但是我哥们儿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你，回头我再提前给他打一招呼啊，你放心。发过了？收到了。太好了。李老师，谢谢你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。这个房子的格局非常好，然后在这边呢是客厅、饭厅，然后这边是厨房，然后后面呢还有个小花园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三楼呢是这个卧室、主卧跟那个，二楼呢是这个卧室，然后三楼是书房，都非常方便。这房不卖了？不卖了？不卖了。大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房子到底谁的？房子不卖了。大哥，不能这样吧，咱都说好了，咱不能不讲信用啊。不卖了，你们走吧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不卖让我看什么？哎，大姐，听我说，大姐。这一门老二有啥了不起的？银楼的学费，还有都交完了。一帮人在客栈为你着急，回不回客栈你自个儿看着办吧。我要上班了，你上个屁班啊！下班呢，这几天回来的早。英子下学期的学费你都已经交上了。啊。他打电话告诉我了。你们都好吧？都挺好的。你呢？你好吗？家里都挺好的。陆明怎么样？不是说要考语言吗？啊，
他要报考的那个学校啊，分数线是6.5，上次模拟考试正好也考了6.5，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加把劲儿，争取考得高一点。那你辛苦了。哎，喂，爸。喂，陆美儿。哎，爸，你想我吗？想，怎么能不想呢？陆美儿。听你妈话，别惹她生气，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我妈的。你在那边也注意身体啊。知道了。管了，我怎么能不管？英子的学费本来就应该我来负担，只要生意正常，这些钱我还是能出的。行了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这几天啊好好的休息，就全当放假了。觉得我是有问题了。没有，我从来没觉得你有问题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你是我二哥，这些年你一直为了我，为了大哥，为了所有的人。这段时间你心情不好，大家都很担心你，我们照顾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
我相信我承诺的幸福绝不是一时的冲动的口误，所以辛苦相信生活是一瓶烈酒，千辛万苦要把它喝干。都说男人你是海，这形容让我想不来，所以就算雪不下，爱你如常态。